我在经纪公司上班。对了，他就是那个和江浩合照的那个人。暖暖，我们不是八卦你啊，我们真的是因为同事关心你。我现在不着急谈恋爱，觉得要先把工作做好。对的，在老板面前嘛，肯定要这样说，我能理解的。来，今天就把我当成隐形人啊，当我不在，隐形了啊。吃好喝好是我的目的。来，马总啊，还有我，来，受不了，来，不醉不归，可以来。抱歉各位，我来晚了。这是谁呀？这是。我是暖暖男朋友。实在抱歉啊，路上有点堵。我可以坐这儿吧？可以，来，坐那啊，来，坐下，好。暖暖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知道你男朋友要来，你不早点说啊？啊，我们可以晚点开始吗？对啊。其实刚才路上堵，不然我会和暖暖一起来。啊，好。那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你男朋友是做哪个行业？我在经纪公司上班。对了，他就是那个和江浩合照的那个人。哦，经纪公司啊？哎，那你知不知道 EC 啊？略有耳闻。明天啊，我们送你那个暖暖就要去那公司做一下踢爆。你们行业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听说他们老板不是特别好搞，但是我相信你们公司有能力，没问题。你放心，他们老板跟我是朋友，经常给我打电话叫我吃饭，我没时间了，打了4次还是5次电话了，哎，没事，先不提了，没事，正常发挥。肯定没问题，明天没事，没问题，放心。来，来，